兄姊妹主内平安。哎，我们把圣经打到出埃及记，旧约圣经出埃及记，创世纪后面就是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六节，创世纪第二十出埃及记的第二十章第六节到第十一节，我们开声朗读这一段经文。第八节，从第八节开始看，从第八节啊，读到第十一节。一二，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定为圣日。好，感谢主的恩典。我们再把圣经打到马太福音，马太福音十二章第九节，马太福音第十二章第九节，一二，耶稣离开那地方，进了一个会堂，那里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有人问耶稣说，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意思是要控告他。耶稣说，你们中间虽有一只羊，当安息日掉在坑里，不把它抓住拉上来呢？人比羊何等贵重呢？所以在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于是对他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原了，和他当时是一样。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好，感谢主的恩典，我们一同来闭目。亲爱的天父，感谢你，感谢你差遣你的独生儿子来到人间，成为最深的形状，替我们做了挽回祭，使我们今天知道神话语的奥秘，并且你能开启众人的眼睛，使我们知道旧约和新约不一样。旧约是谨守，一样善事都不可以做，只要在安息里做工就不行。新约耶稣说可以做善事。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这道赐给了我们，使我们今天真的明白，我们不在旧约里，我们不在律法里，我们乃在恩典中。我们靠着你的恩典站立得住。因为我今天你做成了救恩，我们信这就是行善。我们不信就是作恶。因为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的神给离弃了。主，你给我们的恩典我们若忽略了，怎能陶醉呢？忽略了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感谢赞美慈悲的阿爸父神，感谢你带领我们能够查考安息日的错谬。因为安息日会在整个这个教会中间做混乱的工作。主啊，相信主你必能够把他的一切错谬来解剖出来，能够向世人通告，叫所有的人都知道他的错谬。求你来帮助我们，帮助你的仆人，借着他的口能够讲说你这里面的奥秘，使众多的弟兄姊妹都能清楚明白安息日的真意。听我的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感谢主的恩典。刚才我们查到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第八节到第十一节，这段经文说何工都不可做，何工都不可做。这一段经文，马太福音十二章这段经文说，
安息日做善事可以，是不是做善事啊？善事是不是功？是。做善事是不是做功？是。是做功。那耶稣在这里说的善是人间的善吗？不是。不是人间的善。耶稣使一个枯干的手复原了，这个善在人间里能不能找到？不能。往往我们一提到做善事，就想我做点好事，学雷锋，学王杰，是不是？学孔繁森，做好事，做好人好事。那么神又告诉不可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往往把这善事就当成是人间的好事。但在圣经里头，耶稣所做的事情不是人间的好事，不是这个世界上世人所做的事情。所以耶稣做了一件事情是世人做不到的，医生都做不到的。那这件事就是叫枯干手复原了，叫一个原来就是枯干的手变成和原来那个手那个手臂一样的。这件事情在人间能不能找到呢？医生能不能做到？找不到。做不到。人间找不到的，这叫什么事？善事。善事。这个善事是神的能力，是不是神的能力？神的神迹奇事。往往我们想这个善事就往人间想，就做好事。彼得走在廊门下，看见一个摊子，那个摊子天天要饭要钱。彼得走那个地方，你看见这个摊子，摊子管彼得要钱。彼得说，金和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起来行走。他就一下就蹦起来，站起来，跳着赞美神。这是不是善事？是。是善事。好，彼得今天若不叫他行走，给他点钱，我想这个摊子能在这个地方活着，肯定有人给他吃的，给他喝的，但这都不是善事。能叫摊子起来行走这件事情，人才归荣耀与谁呀？神。耶律哥瞎子瞎了那么长时间，是不是？他也没归荣耀给神，别人给他饭，别人给他，他瞎呀，别人给他吃的，他也没归荣耀给神。只有那一天遇见了拿撒勒人耶稣，耶稣从那一经过的时候，被他听见了，他就大声喊道：“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啊，可怜可怜我吧！”是不是啊？最后呢，门徒拦阻，耶稣说：“叫他过来。”门徒就把他带过来，带过来，耶稣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我要能看见。”他说：“就照着你的信给你成就吧。”他就看见了。他把衣服甩掉了，一路归荣耀于神。什么样的善事一路归荣耀给神呢？你把你的家产卖了，分给穷人，上街里去，好不好？上徐州街里呢，你把你所有家产卖了，一张张分，100块钱见到人你就分，见到人分，他肯定不归荣耀给神，他肯定说你真好，你真好，你这人真好。你给谁他说你好，人都说你好的时候，你就有祸了。没有归荣耀给神，是不是啊？是。当面说你好，背后说你傻。就说谁？是不是说你傻？是。他说不能归荣耀给神，因为这不是行神迹。耶稣今天做了一件神迹，这是善事。是不是善事？叫一只枯干手的复原了，是不是善事？别人做不到的，天上的事情显在人间了，神的能力显在人身上了，这叫善事。我善也有两种，人间的善和天上的善，人的善和神的善。义也有两种，神的义和人的义，对不对？能力也有两种，人的能力和神的能力，对不对？如果我不分开，我就搅在一起，我就不知道是谁的。立人的义就不服神的义，那人的义和神的义区别在哪里？
啊？人的义和神的义区别在哪里？人的义是自己守律法守出来的，神的义是白白加给的，区别就在这里。你所得到这个义是白得的，还是你自己守律法守出来的？白得。是立功立出来的，还是白白赐给我的？白白赐。这个很关键的，你若能区别开来，人的义和神的义，你就有救了，你一定有救了。你若区别不开人的义和神的义，你没有救，是不是？你信主多少年都没有救，别人救不了你的，只有你的信才能救了你，是不是啊？是。那么这两段经文好像似乎矛盾，是不是像矛盾似的？前面告诉我何工都不可做，这日子是纪念耶和华创造的大功，是不是？他六日创造，第七日就歇了自己的功，在，是不是啊？在出埃及记这里边就明显告诉你，你们要在这日子什么功都不可做，何功都不做。但在新约里，耶稣基督就说，安息日行善是可以的。矛盾了不？矛不矛盾？旧约说你们要恨你们的仇敌，要爱你们的邻舍；新约说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要恨恶自己。矛盾不？矛盾。矛盾就是矛盾呢，这不矛盾吗？矛盾。很矛盾的。一矛盾了怎么办？一矛盾了，现在你怎么看？这话两句话，旧约一句话，新约一句话，一个约拿出一句话来对照，神话语的对照，圣经人物对照，我讲过，先圣经话语的对照。很多的话语似乎是矛盾时，但是你一解开它就不矛盾了，因为这句话是何功都不可做，是指歇了自己的功，它是有预表的，它不是实体，它是影子。何功都不可做，那是什么意思？我们可以看一段经文，先看启示录十四章，启示录的十四章第十三节，启示录第十四章十三节，找到没有？启示录十四章十三节，这安息日指的是基督，那影子是安息日，实体是谁？是基督。这里面安息日，安息是歇了自己的功的意思，是不是歇了自己的功？是。死了，歇了自己的功，以死来歇自己的功，来怎样？以死来歇了自己，歇了自己的劳苦，歇了自己的功，歇了自己的功。好，找到了，咱们读十三节。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在主里面，是不是在基督里死的？是的。而有福的，圣灵说：“是的，他们吸了自己的劳苦，吸没吸啊？吸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为什么死了就有果效了呢？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它没有果效的。若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再不死，我们今天在地上活着，要接着死，归入基督的死。”来产生这个莫大的果效。我不死，谁在工作？自己工作。我死了，谁在工作？主在工作，是不是？我不死，谁在活着？我自己活着。我要死了，谁活着？主活着。主活着。这里面这个真正安息的目意义就是什么？以死来歇了自己的功，是不是歇功啊？歇了自己的功，休息了。安息了，是不是啊？我们为什么受洗归入基督的死？为什么要归入基督的死？就是息了自己的劳苦，
你们要休息，把这些搁上，看诗篇，往前看，看诗篇。46篇，第10节，找到没？第3点，安息是表明人要休息，人要休息，表明人要休息。为什么人要休息呢？创造大功创造完了，神就息了自己的功。救赎大功成就了，耶稣基督就要进入安息。耶稣是借着死进入安息的，今天我们也要借着死进入安息，好不好？好。是不是安息日到了？安息日会拿着这节经文来迷惑许多人，他说安息日到了，你看耶稣都进入安息了，那么正好是赶上安息日，耶稣是借着这一天借着死进入安息的，他把所有的人都带进安息里，不死的人就永远不能安息，不能休息，是不是？我们要休息。所以这里面说为什么我们要休息，在旧约中预言了，所以你们要休息，因为我是神，你不是神。46篇的第10节，46章啊，诗篇的46章的第10节，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被尊崇。为什么这么说呢？你们要休息，因为谁是神？耶和华是神，是不是？是。耶和华是神，人就得休息，因为人动神就不动。他为什么叫你休息？你休息专凭信，其实安息就是在恩典中，恩典中就不用做工叫恩典，其实它的真意就是恩典。安息是什么？是不是合工也不用做，不用做工，只信成罪人为义的神，那么这就安息就成立了。你们务必竭力进入恩典，就是你们务必竭力进入安息。安息是不用做工，我不做工，我白白承受上帝所给的救恩。阿门。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阿门。这就叫恩典。安息实际上它的意思就是恩典的意思。一个人没有进到恩典，自己靠肉体的膀臂去守那个日子，他已经错误地理解了圣经，他已经完全错误地理解了圣经。安息是我死，是不是？是神活着，他说你们要休息，我来帮你做工。旧约是人做工，人失败了，新约是神做工给人信，新旧两约，也就是旧约是人做工神看的，新约是神做工人看的。旧约人做工，凡是靠血肉绑臂做工的都失败了，是没失败？从亚当往后数是没失败？失败。亚当第一个就失败，神造的第一个人，上帝给他一条诫命他守不住，失败了。后来又以色列民这一个民族给他10条诫命没守住，失败了，倒闭旷野了。最后又颁布613条，一个人没办法进入迦南，只要凭手的人都得死，只要凭手的人咒诅必临到他们，他们没办法去靠着血肉绑臂能守住的，对不对呀？对。安息日到底是什么意思？是这个日子我要守吗？啊，如果是我要守这个日子，我上午讲的白讲了。你们谨守日子、月份、节期、年份，我为你们害怕，是不是？是。我上午讲的哥罗西书里，是不是？是。不拘在饮食上、节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能让人论断你们，因为这是原始后世的什么？影儿。
那么我上回讲不白讲了吗？我讲完就得记住，咱先讲好啊，咱先讲好，我讲完就记，要不你讲我记，要不我讲你记，好不好？感谢你试试看呗，我在下面听，你在上面讲，你讲完我跟你讲，把你讲的我讲一遍，你信不信？信。这神给我的智慧，神给我的聪明，地上智慧我可能比不了你们，那看见你高啊。要论天上的智慧，神给我的智慧就是超过很多人的。那么旧约里头提到何工都不可做，新约里提到什么？做善事可以的。这就表明新约的把旧约的给怎样给推翻了。耶稣到底来是守安息日，是犯安息日来？犯安息日。有人是安息日会说耶稣基督来遵守律法来了啊？耶稣基督来是用安息日捆绑人，还是把人带进真正的安息？耶稣基督来是给你一些规条继续守，还是要救你脱离规条？脱离规条。如果耶稣基督来了是在加倍的给你规条，叫你继续的守规条，那就说明耶稣基督来不是给我们恩典，乃是给我们律法的。耶稣基督来不是加给你律法的，而是把你从律法下赎出来。那么圣灵的工作呢，跟耶稣的工作应当是相合的，不是相对的，是不是啊？耶稣把人从律法里释放出来，那么今天在耶稣基督耶稣基督里的人也被释放出来，圣灵来了就释放人的。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里释放了我们，使我们脱离了罪和死的律了。他来是释放的，他来不是捆绑的，他来不是加重恶，乃是给你把重恶给你拿下，是不是啊？是的。解除你的重恶，什么能挟制你，什么能挟制你，什么能控制你，什么能定你罪，耶稣来就把这些东西给他除掉。这就是圣经的真意，旧约和新约不一样，就在这个地方。旧约在安息日什么工也不可做，那么新约呢，在安息日可以做工。耶稣就在安息日做工了，那驼背的女人耶稣就把她身体变直了。被撒旦捆绑多长时间？18年。变没变好？变好了。耶稣说在安息日你要羊要掉进坑里的，往不往外拉？往外拉。也就是说在安息日里可以救人，可以做善功，可不可以？可以。在旧约里不可做，因为旧约是律法规条。在新约里可不可以做？可以。可以做的。当你没明白的时候，你不知道安息日是指向基督，你肯定就去守安息日把基督给丢掉了。当你不明白安息日是以死来歇了自己的功，你就今天你就是死守谨守安息日。你不明白安息日表明人要休息，神要做。旧约人做已经失败了，那无罪的亚当都失败了，你这个有罪的人还能做得比亚当更好吗？亚当就一条也守不住，那给你10条那么守住，你更守不住了，对不对？别说安息日啊，你更守不住。耶稣讲的话的意思已经明确了，你们要休息，就是意思你们要在基督耶稣里面死了，跟基督同死，休息，我来做，你看看我做的比不比你们好，做的比不比你们强，你们做失败了，我做得胜，是不是啊？是的。你们被撒旦打败了，我打败撒旦，好不好？好。你们被罪恶战胜了，我今天战胜罪恶，是不是啊？你们被律法打倒了，我今天我把律法规条都给你成全了。这是耶稣来，耶稣来，咱俩比一下来，看看谁做的好来。你们被死亡拘禁，我不受死亡的辖制，我不受死亡的拘禁，我胜过死亡，胜过阴间，好不好？你凡住在我里边，也胜过死亡，胜过阴间。阿门。感谢我不用你胜，你只要住在我里面就行。
凡在基督耶稣里的就可以胜过这个世界，你住在我里面就行，这是主给我们的方法，神设立的方法，神发明的救恩，使我们住在基督耶稣里。耶稣胜过世界，我住在基督耶稣里也胜过世界。耶稣胜过撒旦，我住在基督耶稣里面也胜过撒旦。耶稣胜过黑暗的权势，我住在基督耶稣里就不在黑暗里走了，是不是啊？耶稣胜过了罪恶，我住在基督耶稣里面就不被定罪了。这不是圣经的话吗？是啊，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不定罪，为什么不定罪？因为他不犯罪了，在基督里不可能犯罪。是的，你犯罪一定不在基督里。是，怎么的？那圣经说的话啊，约翰一书就那么说的，犯罪的肯定不在基督里，犯罪的人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有许多人拿约翰一书问犯罪，这不犯罪吗？我说认罪，认完罪他告诉你，我将这句话写给你们，叫你不犯罪。还有不犯罪的方法，不犯罪的方法不是板，不是手，不是装，不是憋，怎么不犯罪？在耶稣基督里就不犯罪，凡住在他里面就不犯罪，这圣经明写的嘛。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凡脱离律法的就不犯罪。三个方法：一，脱离律法，凡犯罪是违背律法，我得脱离律法才不犯律法，不犯律法就不犯罪，住在他里面就不犯罪，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谁要说再说犯罪的人一定属魔鬼的，是的，他一定不属神的，是不是啊？是的，你没认识这位光，你要说你不犯罪，你是说谎的，自欺，你把神当说谎，你根本没接受耶稣，你就说你不犯罪，那你自己板自己手不犯罪的。但你接受耶稣了，还说你不犯罪，你就有问题的，你的接受其实假的。圣经就这么说的，不是我说的，是不是？那话在那很清楚，在基督里和在亚当里，在肉体里，是不是？和在基督里一不一样？不一样，绝对不一样的。所以圣经呢，不是用人的头脑可以解释的。保罗所写的书信，彼得说：“我亲爱的保罗所写的信，那些难明白、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同解别的经书，就自取沉沦。这是肯定得沉沦的。”好，拿这两段经文，我们可以拿旧约一段，拿新约一段进行对照。对照完了，你就会发现这里的奥秘，是不是啊？当对照这两段经文一对照，表明新约和旧约不一样了。不一样，原因是因为旧约是借着摩西传的，新约恩典是借着是从耶稣基督来的，一个是源头，一个是借着传的。摩西只是传话筒，耶稣基督却不是，恩典和真理都是由他来的，他是恩典和真理的源头，因此耶稣所讲的道你应当相信，你能真真实实的实实在在的接受，因为那是耶稣说的话。有人安息日说耶稣基督来，耶稣基督来呀，他是来守安息日的，他进安息日会堂来守安息日的。等一会儿咱们就看这段经文，他是守安息日还是犯安息日的？到底来守来犯来？来犯啊！他是破坏那些规条，还是要更坚固规条？破坏，耶稣故意进去就破坏他们，他们守耶稣就破坏。他们到安息日会堂洗洗手再吃饭，耶稣就不洗手。是不是啊？他们一口酒也不动，耶稣到那就喝酒，啊，贪食好酒的人，他就骂耶稣贪食好酒的，是不是啊？是。耶稣专门做的事情和他们相悖的，他为什么要找耶稣的把柄？就是要陷害耶稣，是不是啊？就是要杀死他，因为你来了，破坏了我们的信仰，影响我们发财了，断了我们发财的路了。今天我非得把你整死不可，你不死我就死，是不是啊？是的。你不死我们就没有好日子过，这法利赛人就这么想的，所以想方设法借刀杀人，借罗马人把耶稣基督杀死。这就是犹太人，犹太人的信仰是真的是假的？假的，假信仰。犹太人影子里，在律法里，在影子里，他是真的吗？他追求全是虚浮的，他的祷告是真的是假的？假的。
在十字路口和会堂中间祷告，真的假的？自言自语的祷告，真的假的？假的。他守律法守的是真的是假的？假的，都守影子，是不是？他守律法专门给人看，把那经文刻在哪儿了？刻在哪儿？飘带上，刻在这个袖上，给谁看？他愿意在人群中间叫别人称他为什么？拉比，老师，是不是？耶稣最后给他翻了，专门就翻他。你们中间不可以受拉比这个名字，这个称呼，因为你们中间都是弟兄。说没说？说了。就把犹太人这种喜欢叫别人就称他为拉比这件事给推翻了。虚荣心，是不是？愿意坐在首位。愿叫别人称他为拉比，祷告时愿在会堂中间，哪个地方人多，十字路口人多，上十字路口祷告。你看自言自语的，眼睛看有没有人看我祷告，我敬虔不敬虔的，你看我真好啊，我真属灵，属不属灵啊？全属肉，更加的充分的暴露了他们是属肉体的，不属灵的。真正属灵的人不用这么做，他也是属灵的。耶稣从来不张扬自己，他是属灵的，那些越张扬自己的人越不属灵。犹太人和耶稣基督就成为两个势力。犹太人要守律法，耶稣基督来了，要把律法那些字句上的东西全废除。现在有许多人步入犹太人的后尘，安息日会的就是明显一个犹太人的子孙，他们留下的后。他们竭力的来维护他们老祖宗的遗传，是不是啊？是，竭力的维护，想要把这安息日继续的持续下去，守下去，用什么守？血肉绑臂，这些人都是没有重生生命的人，是不是？靠血肉绑臂守的人都是没有重生生命的人，不属圣灵的人，里面没有圣灵，所以他靠肉体，活在肉体中间。因此呢，他强调这些东西，你可以不说，到安息日会里头，你只要一提安息日这三个字儿，只要你说我守安息日，他把你供起来。为什么？因为你拥护他了。他们就专宣扬高举安息日，你只要提安息日这三个字，他们就高兴。你谁要去反对安息日，就跟挖他家老祖宗坟一模一样的，就炸了锅了，就爆炸了，就跟你俩干。就像今天的很多的教会中间，你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已经代替我们的罪了，他骂你老祖宗，你信不信？信。你要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已经代替我们的罪了，他有什么得什么骂你什么，他说你是异端。他说你说耶稣基督，我们如今在基督耶稣里就不定罪了啊，你不定罪了，你敢说你不定罪了？他就会用这话来抵挡你的。对，属肉体的是属灵的，属肉体的，属肉体的，他没明白救恩，耶稣做的救恩他没有看，圣经他也不全盘看，安息日挑着看，圣经全是挑着看，这个地方看了和迎合了安息日了，我们拿出来，因为耶稣说的话他不知道什么意思。耶稣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耶稣说的话人子是安息日的主，是不是啊？是。他就把这安息日的主就弄一天，就这一天就是安息日，就是按照旧约这一天七日的第一日，这一天就是安息了，我们什么也没干，就想到这来了。安息日那天穿衣服可以不？做饭可以不？可以。喘气可以不？走路可以不？啊，睡觉可以不？做工可以不？做工行不行？行。真行假行？真行。他和咱们解释这安息不一样，咱这安息是什么？歇了自己的工，死了，是不是？死了，歇了自己的劳苦，是这个。我与基督同死，凭信心。他凭什么？凭肉体，不凭信心，他去守那个日子去了，对吗？日子、月做、节期、安息日都指向基督，
是不是？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谁？基督了。旧约所有的饮食、月所、安息日都指向基督。当新约我再去守那些节期、饮食、月所、安息日，表明我守的是新约，是守旧约。守旧约，没明白，因为影子和尸体没搞清楚，对不对？真的眼珠和假眼珠子没搞清楚，你信不信？假眼珠子一看就能看出来，真的眼珠子，你这眼珠在眼眶里可以随意的转，那假眼珠只有一个眼睛，那个眼睛，那眼睛死的。那真眼珠子呢？那很正常的。那假眼珠看见都可怕，是不是？有的放个狗眼珠子，还有放个驴眼珠子，那驴眼珠太大了，不能放。还有放个塑料眼珠子，有没有？有。那眼珠特别可怕，蓝色的，一看人直不愣的。能分辨不？真的假的能分辨不？能，眼珠子能。能分辨啊？假牙能不能看出来？看不出来吗？看不出来，有的看不出来。现在假牙看不出来，有的看不出来。哎呀，你戴的假牙，我就能看出来。搁外面就能看，你说话的声音都变。对。跟你原来那个真牙的说话声音都变，是不是？对呀，都看不出来，你都是的。有的那个戴那个隐形眼镜在里边戴，我一下就看出来。隐形眼镜在眼珠上戴着，一眼就看出来了，那颜色不对，那眼光也不对，是不是？特别亮，特别亮的。今天真的假的，一眼就看出来，是不是？那真敬虔假敬虔能不能有分辨？有分辨。上教会来，弟兄姊妹，主内平安。小点声说话，说话声音大了不敬虔。不谦卑，弟兄姊妹真的平安，像奴才那种的。哎，你好，像世人，你好，是不是？那假的就假的，假的永远真不了。耶稣就说那假冒为善的，我也是个法利赛，就说那么假，一假到底。因为他没明白，就不接受耶稣基督，不接受圣灵。圣灵是在我身上工作的，那就是真的。没有圣灵工作，全靠外面的外形、肉体、人形来做任何的事情都是假的，是不是？该隐现的祭是假的，拿大亚比户的香炉是假的，亚当的那个无花果树的裙子是假的，经不起大风的，经不起太阳晒的，是不是啊？假的，假的东西永远真不了的。现在教会的假基督、假先知、假使徒、假弟兄，净假的，是不是啊？混乱主的道。耶稣就明说，到那日必有许多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呐，全假的。安息日会这个怀艾伦，我给他起名叫坏艾伦。啊，坏不坏？把他们那群人牢笼了一大批人，就牢笼在那里头，想出都出不来，那算死定了。没有上帝特殊的怜悯，在那里就死定了，全在假的里活着，全在装啊，天天装。哎呀，到那教，你看他们点开他们的讲道，全是那些小声小气的，啊，弟兄姊妹，啊，是吧？这末日大灾难，要什么什么巴比伦，啊，天主教教皇权。就跟你讲吧，那没有分辨的人一听，对呀，这不对咋的？天主教不教皇权怎么的？但他不是大罪人，他没有资格当大罪人。天主教是有权柄，教皇说了算，教皇设立一些规条，设立一些条规条例，是不是？忏悔、赎罪券。教皇他的确有教皇权，他的确有权柄，但他不是那个大罪人。因为圣经已经告诉了，大罪人必须是以色列人，因为但以理书说的特别清楚的，必须是犹太人。教皇不一定是犹太人，天主
教的教皇不一定是犹太人，但那个大罪人一定是犹太人。所以他们讲从头就讲错，因为救恩错了，下面讲什么都是错的，他不会是对的。神不可能开启这样一个没脱离罪、没脱离律法、没脱离撒旦权势的人，不可能把他们眼睛开启了。神也不可能借着这群人去预言末世。所以当我讲到这个地方，你就知道真正的安息代表什么。好，再看你们要休息，是吧？第诗篇四十六篇第十节，你们要休息，休没休息？休息。什么样人休息了？死了的人，是不是？吸了自己的老虎，这样的人是真正的休息了，还没死呢，休没休息？休没休息啊？他不可能休息，这些人他没有休息，他因为他自己在做工就没休息，神做工人就休息了，对不对啊？好，咱们看希伯来书第四章，希伯来书的第四章，新约圣经希伯来书第四章第一节，希伯来书第四章的第一节，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安息的应许，安息是不是应许？是的，进入安息。那么真安息是什么？真安息是什么？在基督耶稣里享受这种安息。真安息是耶稣基督做成了，你在基督里享受就行。安息日进了，耶稣基督死了，耶稣基督在安息日不是活着，是死了，对不对？对。如果在安息日那天我好好活出基督，那表明你没进入安息。我和基督同死，现在活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保罗这种活法是真正进入安息的活法，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不是我活着。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人进入安息了，我死了，对不对？我钉十字架了，我和基督同钉十字架了，现在活的已经不是我了，谁活着？基督在我里面活，进没进安息？进，这就进入安息，这是凭着信进入安息的。你受洗那天是到旷野去干什么了？埋葬自己，是不是？钉死埋葬自己，为什么埋葬？好进安息。因为耶稣死是在安息日那天死的，他在安息日那天死的，那我今天我说完在安息日我没进入安息，没在基督耶稣里享受这个安息，他已经做完了，我只要在基督耶稣里就享受安息，我不用选日子，我只要住在基督耶稣里，因为他已经完成了，完没完成？我住在他里面就享受安息。那么好，上帝创造完了万物了，亚当只要住在伊甸园里头就享受安息，是不是？就享受恩典。那么亚当要脱离了伊甸园就不是安息，荆棘和蒺藜，是不是？是。地必为他的缘故受咒诅，他不享受，不住在伊甸园，被赶住出伊甸园的能不能享受安息？不能享受安息。基督做成了，在安息日那天已经把这救恩做成了，犹太人是在安息日那天守那个日子，是不是？基督是在安息日那天死，埋葬，葬着，受葬里头了，葬在坟墓里，是不是？是。葬在坟墓里，表明安息，不动，一动也不动。谁能达到耶稣基督这个标准？守安息日守的一动也不动。啊？那是一动也不动，什么工都没做，一动也不动的。所以耶稣在安息那天一动也不动，和犹太人在会堂里守那个不一样的。谁守的牢靠？耶稣守的。耶稣用什么守的？死。用死守的。
埋葬的种方法守的，在坟墓里守的，他们在会堂里守，他们在会堂啥功夫不做，啥功夫不做得死了的人才能啥功夫不做，是不是？得死，你想活着，你就守不了，你就守不住，是不是？必须得死了才能守住，所以耶稣就用死完成了，成全了，成没成全？成全完了。成全完，我只要住进基督耶稣里面，就跟着一起成全了。我白捡的，我捡了现成的。耶稣已经在安息日那天在坟墓里守完了。我住进基督耶稣里面，就有这个安息。好，咱们看啊，这节经文，我们既能留下有进入安息的应许，是不是应许啊？是的，这是一个应许。你不进入安息，表明没在恩典中。我进耶稣基督在安息了，表明我不做工了。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那是该得的。表明今天不用自己肉体绑臂做工就能得到救恩，就能得到神的义。能不能？能。在上帝眼里看成了，成没成？成了，成了，因为你用信成的，是不是用信成的？是的。我想看。免得你们中间患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为什么有的人赶不上了呢？有没有人赶不上了？什么叫赶不上了？行军大部队行军的时候你被落下叫什么？赶不上了代表什么？掉队了，是不是掉队了？人家大部队过来往前唰唰走散路的时候你赶不上了，被掉到后面有狼有狮子有老虎，老虎看人多他不吃，要看你自己一个人他吃不吃？吃，一定吃的。这就说似乎有人赶不上了，什么样人赶不上了？我们中间有没有这样人赶不上了？哎，你说信吧，信不上去了；你说不信吧，还怕下地狱，是不是？你说走吧，被捆得太累了，是不是？你说不走吧，又怕神不要我。死了吧，还怕下地狱；不死吧，还走不上去了。这叫赶不上了。你的心理上已经是不在信上建立，所以你的心理上就有一种恐惧心、惧怕心，是吧？在爱里未得完全，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呢，你就有这种心理，因为这叫赶不上了，是不是啊？没赶上。耶稣基督做成救恩，他做到哪你就信到哪，你就得到哪。你怎么信，他就给你怎么成就。阿门。他说：“如今在基督耶稣里就不定罪，你就哈是的。我现在在基督耶稣里，我不在亚当里。在亚当里就被定罪，在基督里就不被定罪。阿门。在方舟里就不被淹死，在方舟以外就被淹死。阿门。我在方舟里，我不在方舟外，就借着信心，是不是啊？是的。你要借着。”不借信心，你能与主同死吗？主在什么时候死的？你在什么时候死的？啊！你若不借信心，你怎么跟基督同死的？你还必须跟基督同死，因为基督是被杀的，你必须被杀。你自杀就完了，是不是啊？那基督是被杀，我还必须跟基督同死，我就得用信心。我用现实，我回不到耶稣基督那个时代。耶稣死是在公元后。是不是？那我今天呢？我在已经在公元后多少年了？2000多年。耶稣多少年？公元后30多年，是不是？我现在在公元后多少年？2000多年了。我现在就要用死和耶稣那个死联合，凭信心跟他的死联合，这才叫被杀跟基督同死。以诺与神同行300年，他是怎么同行的？用信心同行的。与神同行，所以他不见死，不尝死味。上帝也要叫这个不尝死味这个恩典临到我们。阿门。你怎么信的？像以诺那么信的，那你就不尝死味。你肥凭眼见，你看耶稣那么远，我现在在这，我怎么能跟基督同死呢？你现在的信仰不建立在神的道上，你是建立在我的想法上，我的意念上。
所以死还得领到你，因为你不是跟以诺一样的信仰，对不对？这很关键，很关键。为什么有的人就信不来呢？怎么信行？当时咱讲挺好，好不好？好，这可好了，这道可好了，转过来就完了，就不是他了。好也是他说的，不好也说他了。和尚大爷他说的，定死他也是他说的，都是他说的。一个人的一口井能出天库两样水吗？能吗？不能。不能的。这就说明你信仰没有扎根。什么是真正的安息？看看保罗在这里做见证是怎么做的见证。他说进入安息的人是歇了自己的功。是不是歇了自己的功？你没歇功呢，你自己难道在肉体使劲忙碌呢？没住在基督耶稣里，你跟基督那个安息一点份都没有。像犹太人的天天守安息，天天就问累不累，累麻烦不麻烦，麻烦的又累又麻烦，是不是啊？哎，安息日会就专门找麻烦的。你看他们可会选了，选旧的不选新的。他说那旧的那陈酒好喝，那新酒不好喝。这耶稣就指他们说的，他守旧的守惯了，他就是旧的好。穿旧衣服那老头老太，你给他穿上新衣服，他一走到他怎么走？不会走道了，顺拐是不是？因为他穿旧的穿习惯了，就像你们河南有一种习惯，那老头老太太愿蹲着，不管拿一杯茶也在蹲着，拿一碗饭也在蹲着，你可以拿凳上凳顶蹲着，拿椅子上椅子，他不坐的，他蹲习惯了，是不是？是不是啊？不是你们河南的，不是河南的，你们是江苏的，河南人就这样蹲在那地方。哎，喝完能在那地方蹲一蹲就半天，一蹲半天。我们要蹲完了，一起来头忽悠一下。哎，他没事，他就跟他蹲着，蹲起来照样走。我们蹲完起来腿麻了，是不是啊？习惯成什么了？自然，自然，习惯成自然。所以他喜欢蹲的，那些守安息日守惯了，不让他守的不行啊，是不行？你家那小狗搁那脖套勒惯了，你要给他松开，他不干了，信不信？是，他不干，他就愿意那个套勒的。那牛鼻子那鼻揪要给他拿去，他想就少点什么，得这东西得在上面得勒着，是吧？穿在那鼻子上好受。对不对？我们今天是儿子，不需要穿的鼻修，不需要戴狗所戴的套，必须得守安息日。谁守？谁守？不是耶稣守，犹太人守，是不是？必须得谨守、死守律法。谁守？犹太人守，在律法以下的人守，是守。谁守？儿子不用守，是不是啊？对，我们是不是儿子？是的。儿子不需要守奴仆的恶。阿门，阿门，感谢主。你得看往谁身上应用，对，对不 对？必须吃老鼠药，谁吃？老鼠吃。老鼠吃，你吃行不行？你吃不行，你得看谁吃啊。圣经说，死守谨守，谁死死守，谁谨守？犹太人，在律法以下的人守。你不在律法下的，你死守谨守什么？必须守唐朝的律法，谁守？唐朝人守。必须守旧约的律法，谁守？旧约人守。我们现在是新约人，我们和他们不一样。你在新约，他在旧约，你守旧约，你傻不傻？傻。你得看看那圣经的话，就那么写的。让谁守？神叫谁守？最后我可以给你查律法为什么有的。神为什么设立律法？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并没有设立律法。对。最后以色列为什么这十二个支派出埃及之后了，到西乃山颁布了律法？神有目的的。但这些安息日会他不懂这是啥意思，神为什么要颁布律法？他从创世纪那地方他没明白，这是进入安息，这是歇了自己的功。怎么歇？是我今天什么功也不做，坐在那边死守这个安息日，我就守这个日子，还是在基督耶稣里得享安息？基督在基督耶稣啊，你都做不到的。
律法你守不住，安息日你更守不住。那我住在基督耶稣里边，就成全了律法。基督来是成全律法的，他成全完了，我把基督接受进来了，基督所有做的都算我做的，神的义算我的了，所以律法的义成就在我身上了。怎么成就的？借着耶稣基督住进他里面就成就了，我把他接到心里就成就了。我不把耶稣基督这位安息日的主接到接受到我心里来，我想守死守那谨守那日子，我就永远也不能成就。是不是啊？好，再看啊，为什么有人赶不上呢？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他为什么进不去？他没信福音，是不是啊？没信这个恩典。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没有好处。他们听没听见？听见了。他们听见用哪手了？肉体手。肉一看见安息日马上动肉体手去了，所以对他们无益。上帝要的是心，不是要的是手。看见这个经文了，一看见说你们要良善，像你们天父一样使劲要良善。他都不知道天父那良善是什么样的，他就使劲要良善啊。要良善对不对？对。用肉体使劲良善对不对？不对。肉体死了对不对？对。肉体和基督同定十字架对不对？对。你要不同定十字架，基督就不在你里边活。是。基督不活就永远活不出良善。是。因为良善的只有神是良善，只有从神来的独生子住在我们心里，才能把那良善的父显明出来。对。你基督不在你里边长成满有基督身量，我不衰微他不兴旺，怎么能把良善的父显明出来？不把良善的父显明出来，你怎么能像天父一样良善呢？是。对不对？你怎么能像天父呢？这不很明显的吗？只要他提到你们要良善，像你们天父一样良善，你就千万你看待那个良善，你千万不要学雷锋、学焦裕禄、学孔繁森，因为那是地上的良善，那不是天上的良善。你学习他们都叫效法世界，你们不可效法世界，是不是啊？是。圣经没有叫你效法世界，叫心意更新，他叫你更新而变化，说没说？马太罗马书说没说？说了。只要更新心意更新也得更新呐、更新才能变化呀，变化之后呢才能向天父啊，是不是啊？是。我的脱掉穿上主的才能向天父啊，我死了基督活着才向天父啊，我的罪身灭绝接受耶稣基督那个一神在我里边长大成人才像天父啊，我的血上十字架上倾倒出去，耶稣的血赐给我的，我既接受了耶稣的身体又接受耶稣的血，他的血和身体在我里面一起长大成人，长成满有基督的身量，把父神显明出来的，不是我活的，是基督活的，是不是啊？是。不是我活的，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是的。我死了，我和基督同定十字架，没有我了，基督安息了，息了自己的劳苦了，所有的功都不是你做，你只要凭信就行，你信三挪移，这三挪三的不是你挪的，不是你用膀臂背着，不是把太行王国二十三像愚公一样跟他子孙后代去背那太行王国二十三，是谁在做？谁在做？他说你的信心如一粒芥子那样大，山就可以挪移了。谁挪的？神挪的。这个异能在神身上显，说借着信，你的信，他来做，这叫神人同工，是不是啊？是。你信大麻风得医治，耶稣就叫大麻风得医治；你信死人复活，耶稣就叫死人复活。这是你肉体做不到的。你信那个枯干的手复原了，那就复原了，这是你肉体做不到的。是人间没有一个人能做得到的，这样的事，耶稣说这叫善事，是不是善事啊？是的。有多少人没明白什么叫善事啊？你扯耳朵告诉他什么叫善事，他不听啊，他反而咬你一口，回头咬你一口，是不是啊？你看看那网上那咬人的狗多的是啊，
你告诉他你那么做不能，妈咬你一口，来咬你一口。他咬人呢，他为什么咬人？狗啊，那圣经说怎么不要把圣物给狗，不要把珍珠丢在猪前，因为他见他反而反口咬你，咬不咬？咬。他一定咬。耶稣说的话是不错的，不让你把这圣物给狗，你给那不是上帝预定拣选的儿女，他回头就咬你。今天这个道士是一种新主之法，是上帝发明的方法，是让我们住在基督耶稣里面靠信心而达到的果效，不是靠肉体绑臂达到的果效，不是我能达到果效。我能造个太阳在天上吗？天父那个良善什么标准？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人，这两件事我都达不到，那我怎么向天父？我努力造一个日头在天上，你傻瓜不傻瓜呀？听话得听声音，是不是啊？是。你听耶稣说的话，是叫你造一个太阳在天上吗？不，他良善，你住在基督耶稣里面，你和耶稣就成为一体了。他良善就算你良善，说你是他的肢体啊，你住在他里面，跟他联合了，住在他里面，他良善是不是等于你良善？是是。神使他成为我们的公义、圣洁、救赎，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不指着我夸口。我没有可夸，我没有能力，耶稣有能力。我没有良善，耶稣有良善，我住在他里面就有良善。我没有公义，耶稣有公义，我住在他里面，他的公义就是我的了，是不是？我不能自救，我住在基督耶稣，他就救我了。感谢主，对不对？对。那我自己努力怎么努力呢？我想方设法造太阳，能造出来吗？他说：“你们良善要良善要向你天父，天父就造太阳在天上啊。”那我怎么能像他呢？下面又讲的，他照他拿日头照好人，照歹人，你能照出一个日头吗？你想你就也别想，你照不出来，累死你也照不出来，是不是啊？你也挂不上去，就算有那么个太阳，你也靠近不了，烧死你。说烧死，烤死你。你没有那个能力啊，对，是不是啊？你想一想这话，这话是什么？就逼着你进驻到基督耶稣里面，用这些话逼着你进驻到基督耶稣里面，绝对不是叫你靠肉体良善。你那里边没有良善，保罗在我里边就是我的肉体之中没有良善，怎么能向天父良善呢？没有啊，不称呢，说不称呢，我肉体不称良善，怎么能硬学天父良善呢？是硬学着，还是住在那一位良善的里面？对不对？你住在他里边，你就得着了。你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了。阿门，好不好？没信得着的，就一定得不着。是是，就照着你的信给你成就。你信他成就，你信他做就能得着。这就是神给我们要最简单的途径，最简单的方法。方法错了，果效就是错的。你信不信？信信。路走错了，这个终点就是错的。对，是的。你信不信？信，是不是啊？是是。你这地方做不做豆腐？做。他看不看过做豆腐呀？很多人看过做豆腐。做豆腐的，有的人做豆腐不好吃，有的人做豆腐好吃。你信不信？信。做豆腐那方法正不正？关不关键？关键。为什么有的人做的好吃，有的人做的不好吃？就是因为有的人不会方法，不是做老了就做嫩的，不是放石膏就是放这放那，就不放好的东西，所以做出来不好吃。有的人做的豆腐，你看豆腐味特别特别浓，特别好吃，原因是因为放的方法，那个做的方法正确，所以它做出来就好吃，对不对呀？对。同样的鱼，有的人做鱼好吃，有的人做鱼不好吃，原因是什么？方法不对就不好吃，方法对了就好吃，是不是啊？是。那么信耶稣有没有方法？有啊。信主之法，是不是啊？你拿立功之法，你就一辈子你不像耶稣，是不是啊？你用肉体来立功，你一辈子都不像耶稣。只有用信心，因为这是神告诉的，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就得靠心。我离开信心，就别想活出基督，努力活也不像基督，
因为是你自己要活，上帝叫你死你要活，是不是？上帝说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你说不死留着，留着活出基督，你正好和基督是什么相反相背的相对的，听没听明白？休息一会儿。